今日嚟咗一个面之神，位于元朗啊，出名车仔面。嗱，咁我就冇嚟过噶，今日第一次嚟。哇，都好多餸揀嘅。好，入去先。山菜菜心。山菜菜心啊！山菜。我要凍咖啡小甜。睇到。可唔可以褪嗰啲啫？嚟踩人哋食佢，得唔得啊？哇，$92啊，港紙一碗車仔麵，哇，上面是76，哇，九大鬼雜錦麵，這個招牌大雜麵$82，我下面有些$62，鋪頭一鋪頭的不大的，是的，我通常做外賣多，海就得幾張嘅。好，唔使唔貴，幾多錢啊？咖啡小甜，係，依度唔該。有冇酒甜？我呢碗咧，咖喱啊，咖喱豬扒，咖喱魚蛋，咖喱魷魚，乜都咖喱。多葱啊，好啊，睇係咪元朗面神先，我試下先。個價錢有幾貴啊？